大家好，10月30号礼拜六，现在晚上20:32啊，这个天气渐渐的凉了啊，我们要注意身体啊，尤其人到了中老年要注意身体啊。我们听听这老哥的说法啊。我一般起的都挺早的，反正4点钟我就起来了。现在外面正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哎呀，这个秋天可真是雨水真多呀！北京从来没有过这种，连续下雨、连续阴天这个，9、10月份的从来没有过。这也是少有的吧，不清楚是什么预。是什么预兆啊？我也听我家里人说了，啊，连着好像下了3天的雨，前几天，这北京历史上很少这样，这有什么预兆吗？大厦将倾吗？风雨飘摇吗？我马上又要出去了，要去医院得看病啊。不过好在一脚油门的事情就到了，很方便。是啊，越来越病不起了。现在你想想，我过节前仅仅开了一个检查，就是1186块几，真是看不起病了。做一个检查花了1000多块啊，呵呵。现在我刚到医院啊，人民医院，准备，等待会儿吧，等到7点钟的样子再进去吧，别叫，人民医院，人民医院那个，我也到那儿看过病，很多年前吧。他得早去，要不然那地下车库都没地儿停车。人民医院也曾经是我的客户，管食堂的是一个大爷，姓毛，毛大爷啊。人民医院我记得有过新闻啊，有的看不起病或者诊断出来绝症的，直接从那大楼上跳下去了，当场就摔死。还有那个人民医院03年非典。中国的医疗系统、卫生部、北京市隐瞒疫情，人民医院死了不少人，包括医生、护士和病人。这个世卫组织 WHO 的专家来的时候，人民医院把那些病人装上救护车，躲起来，在北京市开着救护车转圈儿，等这专家走了，再把病人拉回去，也造成了二次感染。进一步的扩散。我呀是前一阵儿，应该7月份，我开车，带着家人去了趟青海湖。车快开到兰州的时候，觉得心脏呢有点儿，觉得压，就觉得压抑的。完之后呢，我就号脉，脉搏呢跳着跳着，就等于是有这个间歇。我在服务区里休息了有40多分钟吧，好了，觉得没事了，完了接茬走。到了兰州之后呢，休息了2天，觉着没事儿了，继续向青海湖方向走嘛。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就是，8月底9月初的样子吧，我具体来说记不得了，就是鼻子呀，流鼻血，流鼻血是一种什么状态？就跟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似的，关都关不住。整个家用了有
一卷的手指才算把它给堵住了。这种情况下呢，出现了有三次。在第三次出院之后呢，我量量我的血压，高压是180，低压也到了150，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高，我血压呀、从来都是很正常的，就是80，120或者是70、110、120的样子，从来没有压差那么小，而且血压那么高过。我的夫人呢比较害怕，赶紧去什么吧，去查一查吧。结果呢，我呢就在这儿来查了。今天是做一个，我看看，今天做一个超声心动，在节前呢是做一个化验了所有的血都化验了，今天做一个超声心动，26号还要来背一个什么冰火腿吧，我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啊，就是怎么心电图 ，Holter 是戴在身上的心电图，随身的心电图。按说青海湖兰州的海拔不算高吧？不，应该不能算是高原反应。我们有一个比我大的朋友，他是呀，应该是18年前了，特别喜欢徒步旅游。然后他们是应该他那会儿50多岁，可能也就50到55之间吧，我具体年份他哪年去的我忘了。哎，这家伙体力好，他自认为体力好，去的到了西藏自驾游，可能他说当时那会儿的海拔也就3000多吧。哎，他觉得他不简单，他跑得上，他要拍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动物，是不是羚羊我记不得了，那家伙拿着相机，他摄影也非常好，跑上去他觉得不在乎，然后是回来宿营的时候就开始流鼻血，然后吐血流鼻血，后来没办法，他们呢只能回去，赶回那个，到了那个，反正我也没一点没印象了，因为很早以前讲的事儿，到了县城的医院，然后就他也就不能留了，他们就开车又都回来了，稳定住了，然后再也没犯过，也没检查出任何病。然后他的现在的身体还可好了，你就像我们登，比如说张家界的那个天子山之类的，我们都是爬上爬下，也一点毛病也没有。现在也都60来岁了，前两年退休的嘛。我肯定是不承认有高反嘛，因为我到那块去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像什么头晕呐、那什么呀、都没有。我爱人跟我孩子倒是稍微的有点不适，我没有，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确实是。反应确实是有，你不得不承认啊。他说那个 Holter 就是24小时心电图吧，带上那个设备，24小时监控你心脏的跳动。因为咱们平常这个心脏一难受，等你去做检查它就好了，所以说需要那种 Holter 24小时监控。我们这个朋友他也没有高反，他也是就是没有那种通常那种高反，头晕恶心那种感觉。你想他还跑呢嘛，你想一般人都是缓缓的走，去那个西藏自驾前不是各个攻略特别强调嘛，就普通人去了那儿最主要的是不要运动，还有注意不要洗澡冷着感冒着，
哎，这是需要最最注意的几个情况。还有的说，身体越好的越没有高反的，有时候越不注意反而哎容易出点小问题。你像我们那个朋友也是，咳血、吐血、流鼻血，然后回来治了之后，再也没有犯过，然后也没有任何病，现在身体可好了。沈志华教授做的工作确确实实值得尊敬和称赞，但是据说他也是很多资料，他也不敢乱公开乱说。他写的这套书也是在，反正是属于组织大的允许的大的框架内估计写的，他真实的这个资料都封着呢，别人也看不上现在。看黎明老兄发的这个联合舰队的这个视频，哎呀，我突然想，这个1894年是甲午战争的年份，下一个离甲午最近的就是2014年。哎呀，别再来个甲午战争，当年一个甲午战争就把大清的国运打垮了。就是说是这个满清统治集团的国运给打垮了，这也是一个欺压人民的统治集团。哎呀，是啊，沈志华的资料是很多呀，因为当时咱们所有人都没有朝那方面想，也觉得很是遗憾吧，咱们。可是呢，没朝那边想呢，也未必见得是什么。沈志华不是之前，在这之前也被抓过、被关过、被判过吗？哎呀，真是的。我买了好几本他的书，哎呀，都他说写的，史实非常的，非常详尽。他每本书他都有，他都有历史。是啊，突然想起来这个刘晓波先生了，因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了一个。暂时名字还叫不全呢，一个菲律宾的记者，一个俄罗斯的记者。哎，相比较而言，这些国家还多少言论上有些比咱们这儿肯定是，那就是可以说天地之别了吧。尽管他们也曾经经历过独裁专制统治，但是人家总体来说向好的道路上走吧。是这个普京这家伙确实是让俄罗斯这个自由倒退了，哎，但是还没有达到咱们这种无底线。你像那刘晓波关在监狱里愣给关死了，就像沈志华他们，哎呀，也非常非常不容易，没办法，就是生活在这种厉害国嘛，你咋办呢？所以他们不是他们了，就是说无论谁讨论这个政治也好，这个文化也好，哪个优哪个劣，哎，就包括福田裕吉所说的这个，哎，思想器物这些，还有这个制度啊，哪个先哪个后，哎呀，像咱们我就不敢奢谈那么多了，哎呀，我就是说，别说是放开新闻言论自由了。现在已经达到能让咱们在微信里自由的说话就不错的了，所以说无论他们谈文化谈制度的时候，我一般很少插嘴。哎，我就是要说发表什么意见，我就是最多一个，哎呀，能让咱们言论自由就不错了，只要言论的自由了，无论他什么制度什么文化都不怕，都会慢慢变好的。这个言论不自由就永远不会好。哎呀，你看那个金三胖家族的那个
党徽啊，中间还要加支笔，哎，你想想这些组织对这个言论管控的要多么严格呀。而且这不是发改委说了吗，哎，言论不是言论，就是说是非公有经济的资本严禁参与传媒新闻，特别是新闻。就当年朱大灰狼跟美国西方国家谈判这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以前还有以前叫关贸协定，嘿嘿，新闻别谈，你们爱让我们入不让我们入，不让我们入，你反正是新闻我们不能放开，放开了还叫社会主义吗？所以说我们宁可不入，新闻也不能放开。所以说无论制度也好，文化也好，哎呀，哪怕言论自由上给咱们开个小口口，这个国家也是在进步。反之，他就是无论唱的多好，吹的多好，我都不喜欢这样的体制。这个普京，就是不是普京了，真的假的？你就像这个俄罗斯这个记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嘿嘿，他无论他心里愿不愿意，嘿，他还表示他还得祝贺。哎呀，不像厉害国，那家伙抗议抗议，这是对我们制度的无端的攻击。哎，这是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和平奖啊，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跟政治挂钩。哎呀，一顿胡叫。你像刘晓波先生，就是应该算是坚定的文化论的持有者吧。他当年舆论比较宽松的时候还不错，说了一些话，而且说了还能发表出来。当年大家很多人不理解，就说是中国大陆要想好像成为像香港这样的，他那会儿还没说台湾，应该是那个不好拿台湾做比较，他说的是香港。哎，如果达到香港这种人文水平需要什么怎么做，刘晓波先生毫不犹豫地说需要300年之民，香港100年之民成为这样，那大陆这种人，就是说大陆成为现状绝对不是几个所谓的昏君造成的，是全体国民的因素。所以说有时候群友们对以前那个细胞，就是说彻底否定大陆人，或者是否定传统文化，很多人肯定是心有不甘吧。但是想想当年刘晓波先生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哎，你不能说他们说的没有道理。当然了，全面打击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也不好，而且他那种谈话方式可能很多群友接受不了。而且你想，他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说，中国大陆的比如说本科生95%的是废物，硕士生97%是废物，博士生98%、99%是废物，就是说大陆这套体制教育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学的越多越是废物。为什么呢？他们不把人类往文明精英上领，反而替某组织的不良行为唱赞歌，你说他们是不是废物？尽管刘晓波先生应该是硕士，后来又读的博士，所以他勇于自我否定自己，就是说我这个博士也是废物，就相当于说自己，因为他说99%的博士是废物，那你说他大陆培养的啊，他自己就是大陆培养的博士，等于是以自我否定的形式想唤醒人们的觉醒吧。趁着没人说话瞎唠几句，爬楼听到张凌云老师半开玩笑的半借着纠正开禧美女的这个发音，什么然后南后，说起来